大家看到了，你在干嘛？有，这是什么的吗？噔噔噔，河马先生。如果你还没关注、还没 follow 我们的，一定要 follow， 因为你绝对不能错过河马先生。我们今天是不是穿得很运动？今天是来做运动会。今天我们要来比赛，昨天品酒会，今天运动会。运动什么呢？不小龙虾。耶、yeah ！大家就知道喽。如果今天比赛有得顺利得名的话，我们将会有一整盘的小龙虾可以吃。对，到时候会由李大师来。所以为了要挣口饭吃，为了要为了自己的肚子努力。对，DJ 的贫穷就来自于大家你的努力，自己叫什么搬砖，对，搬砖，我们然后剥虾，剥虾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快速！有点紧张。这个宣传单是什么？另外一边包的。什么？三亚。好，可以。你包。等一下。可以录吗？可以吗？录你就好了。我想要录西，我要录西啊。等一下，就是才知道规则。我们今天报名了河马先生的比赛前心得。我们目前一共有四个人，然后有前三名，然后正在介绍。一个三项是第一个是要剥完一盘一斤的小龙虾，好像不用吃，对，好像不用吃。然后再来是。我吃完一盘螺蛳粉，那个螺蛳粉，螺蛳而已，哦，就这个，然后再来第三项是喝完一罐雪碧，雪碧用吸管喝，对，他说那吸管特别长，吸管，然后一共是30分钟，就是今天的规则，然后因为30分钟内要完成这件事情，然后看谁最快，看起来我们今天可以拿走小龙虾的机会很高，是因为人很少。然后主持人说他很害羞，他不能上镜，等下请翔偷偷拍他一下。哎，员工你们可以自己参加吗？不能凑个十个一起玩吗？我现在在比赛会场，现场弥漫一股紧张的气氛。然后我觉得我被其他参赛者认为我心机很重，因为我穿的跟他们员工颜色一样。河马先生是穿蓝色的。他们是工作人员吗？我不是广告公司吗？我们来帮河马先生代言的吗？我是在吃龙虾的。你是要来赚小龙虾的？为什么大家都在吃啊？对，他说先让我们尝一下。哦。在你尝一下的过程当中，你无疑就已经增加了饱腹感了，所以等一下的速度就下降。可以先尝一下。好，来这里。好多，这样等一下怎么吃得完啊？这底下是第二项。谢谢。热的。这样等一下不就吃饱了？哪吸得出来啊？再用那个吧，牙签吧。哦，所以我懂了，它现在是。对于台湾伊娜来说，这种就是我们类似我们的烧酒烧猪的。那我们叫螺丝。重点就在于这个，要有这个力气，你要有牙签，你才能把它挑出来。这样，所以这样平均一颗花0.3秒。你喜欢吗？不好吃。对，还有个陷阱，前面有个盖子。前面有个盖子。对，还有吸盘。我觉得这一个比赛重点在于你不能怕手脏。有一个吸管。哇！我有一个吸管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个飞毛量很大哎。北京吹糖，然后河马手套，这个是手套有，哦，围裙。等下是战况会有多激烈呢？我刚好远一点。等下战况会有多激烈，可想而知。这其实蛮难播，反正就是要就战斗状态。这是眼镜吧？对面的那个宝宝跟小孩应该是我们今天采访的重点。我希望他们可以得奖，我们至
是在参加，不在得奖，纯粹觉得很好玩。我的天哪！你有在看 B 站吗？手套也在讲。好。这个。讲太大声了，这个怎么玩？这个围裙也太好笑了吧！为什么我的只有一半？因为没把它拿下来。它可以这样打开。很好，今天。我底下就应该都收到这个影。对啊。卫生嘛，就是。那还是我不要围裙，因为我们怕等一下都收到这个声音。没有，有围裙才有仪式感。是没有错。那应该没关系，应该不会吃吃叉吃吃吃吧？什么吃吃叉？拿到高一点。那这样会变吃播吗？这么吵？这样吗？等一下要这样吗？你们有想要收吃播吗？现在面对的吸管就是我们的等一会儿喝可乐环节，需要用这个吸管去把一瓶可乐喝掉的。可以。小姐姐亲上还要贴这个。好。我们是大碗新锅龙虾，龙虾剥完接着就做螺丝，螺丝做完最后喝饮料，全部饮料喝完举手。好。对，一定要按照顺序的，是吧？是的。小龙虾是剥完就好，还是要吃掉？剥完壳就行，就吃掉。好。剥完肉吃掉，壳留着就行了。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肉要不要吃掉，还是剥壳就好？肉不用吃。肉最好吃掉。吃啊。这两个碗都要弄回去啊。长的吸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我们是很好的那个。不是，他是竞价的意思。来吧，我们的参赛者。反正你们非常多，是戴在脸上挂的多。什么吸？妹妹这样是对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他是。短吸管，然后绕过眼镜，然后这样子吸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用这个吸。对，连续世界的冠军，其实他是冠军。高手，高手中的高手，爸爸很开心。他等一下搞不好就赢了三斤小龙虾。爸爸觉得他这十年来训练浪费了多少龙虾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开始比赛了，可能会很 rock， 战况变激烈，所以想要等一下努力的比，然后我等一下努力的排，因为下面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，我们现在有八个竞争者，变多人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，因为手套已经脏了。对，已经手已经脏了。所以呢，就一切都只等吹哨声开始。吹哨人在这边。我们的竞争对手们，就会变很多人哎。啊，讲规则，讲规则。正好。哇塞，你放在桌上可以。再放过吗？可以的。啊，这个是对是吧？哦，可以。对啊。啊，先放。你往这边。先放，他这个是高一点，不是？拍他脚，拍他。对的，你看一下坐哪。你随便坐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。好，先关掉。那您坐这里可以吗？小龙虾啊，可以。然后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一个比赛规则。大家现在每人面前都有一份小龙虾，十三香的小龙虾。我们等会儿的一个第一项规则就是说，在半个小时内把这个小龙虾剥掉，然后那边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些螺丝，然后再吃掉一份螺丝，再用我们手中这个吸管。去喝掉一瓶330毫升的可乐，谁最快谁就是第一名。好吧，我们是以这个速度来分这个排名的，好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的一个小龙虾呢，必须要把它剥干净，不能说就是说我们等会儿检查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撕开了，然后里面还是有肉的，这个我们是要检查的，好吧。好，大家不要去作弊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这个螺丝呢，我希望大家就是说真正的把它给吸出来，不要就是说啊我缩一下，然后没有缩出来就扔在桌子上了。如果这个没有缩出来的螺丝数量太大的话，我们是属于作弊行为，好吧。我的螺丝还有我的螺丝。好，你跟我按关掉，这个关掉。就把它。失去自由。又开始了，能不能紧张？
一，开始。哇！哎，先包小龙虾哦，先包小龙虾，先包小龙虾。这个，大家一定要把小龙虾包干净啊！屁的，不用吗？需要检查的呀。我跟你说，不要那个，不要戴手套，我快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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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网络上销售方法错。就剥尾部就可以了。就你就不要，我们只要小龙虾的尾部，一定要剥干净。啊，这肠没去。好难。怎么回事？比较乱流。看来大家小龙虾都吃的不少啊，都剥得蛮快的。断掉了。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不要用那个，不要戴手套怎么办？真的。不要戴手套怎么办？大家小心一点啊！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不要被小龙虾敲到。哎呦，他们蛮贴心的，没有太辣。结果会不会就我赢啊？我可以哦。我不炫耀。大家包完小龙虾，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俄罗斯环节。15只是吧？太慢了。我不只要当一个博主，我要当一个UP主，我要当一名 DJ， 我要当一名菠萝虾高手。如果我是专业的说啊，我觉得有。我是只认两个，我的天。明明是负责来吃龙虾的，爸爸负责剥龙虾。你以为我长大赚钱养爸爸哦？你看你女儿很享受。真的。啊，有的龙虾已经快剥完了。好了，小龙虾剥完。龙虾剥完，直接开始剥了。爸爸厉害耶！结果他才是十年。原来爸爸才是十年功夫的高手。原来女儿只是个幌子。剥完，举手示意，好吗？你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结果我以为讲很快，就讲好慢。对，滑溜溜。必须跟大家说，要有生过小孩的才是高手，真的。我右边有一个高手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拍他给你们看，我等一下采访他。他给了我进步的压力。哇塞，大家都好强哦！哎，不过这是我这次来上海，对，第一次吃小龙虾，居然就来参加比赛。没有，我刚刚前面发现我换好了，我换好了。错误，你干嘛拨头？不是，干嘛拨漂亮？对啊，你干嘛拨漂亮？哎呀，这头不用。尽量每个都挑一下啊，都说一下。新上市的小龙虾和螺丝还品质都不错的，楼上来了，楼上完了，接过，再见。啊，是吧？哦，对，我们是辣炒的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小龙虾是13香的啊。那个我右边的爸爸让我加速我的速度，你知道吗？让我很进步，我觉得我要跟他看齐。真的。是的呀，刚才小龙虾。螺丝味道好的，对吧？也可以和你们朋友宣传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小龙虾也有打折的，都买一送一的。哇，刚刚上市的。那今天参加有折价券吗？啊，先入数的话可以折价吗？还没比完就先凹，来说话来不及。我是河马的会员。沙场也要签啊！对，沙场没签，你怎么还在剥龙虾？那大家是不是？结果我是在品尝。对啊，你是来比赛来着？那爸爸超强的哎，你不用看他这样子。我知道你们。妹妹，你小大长大要孝顺爸爸。你看他多认真。为了你的。为了你的。对，为了你的小龙虾。就我们在干扰对手，是的。
我要被酸了。螺丝壳，螺丝壳可以放吗？你太慢了啦！真的哎，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弱啊？结果原来翔果然是不是比赛型选手，他应该去煮龙虾给大家吃。就我根本就是在品尝。所以你应该是要录吃波段的，你不能吃快吃。他一捏就碎掉了。这个好吃，怎么这么慢？有些顾客的。没事，没事，可以。结果我原本以为他很强。没关系的啊，都有奖的，不是前三名都有，后七名也有奖。没关系，我为了两罐可乐拼了。对，我们要有运动家精神，就是要完赛。这还蛮好吃的。这好多、哦，我要研究一下爸爸怎么吃的，好快哦！大家说完螺丝可以直接进入第三个环节喝可乐，一定要用我们吸管把所有可乐。爸爸要赢了，爸爸要赢了，爸爸赢，爸爸赢。好吧，我看见已经有爸爸加油吸可乐的了啊！爸爸加油！爸爸在我隔壁。我还没播完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拍呢。所以你怎么还没播完龙虾？怎么怎么？它很滑、啊。我这边就不要戴手套啦。你看爸爸也没有戴手套啊，你懂吗？哦，可乐一定要喝光。不能戴手套。高手的绝招。我们这位先生啊，有点神速。爸爸刚刚这边，等一下一定要检查。看来平时小龙虾螺丝吃的都蛮多的。那第一名马上就要产出了。是吧？那是我们忠实的比赛。看谁第一名？啊？看谁第一名？看清楚谁第一名。哦，我发牌子。一个罐喝完了，我的天哪！喝完可乐，最后喝完可乐的先喝完的举手啊！结果我原本以为我今天可以来一个前三名，我是这个隐藏的可乐一定要喝完员工，对，就是你在，对啊，你倒出来有几滴没有关系，结果我被这个盖住了啦，螺丝好难哦，它为什么有一个盖子啊？结果等一下大家看我的视频都听到我在弄，可乐一定要喝光，这么难啊，这个来喝光之后举手啊。啊，可以，举手，好吗？耶、yeah, ，爸爸第一名，非常之荣耀。我怎么吃？爸爸，我需要点纸巾。先生，再给我点纸巾吧。好，我忽然有点密集性恐惧症，就好多了。你爽啊？超多的。第二名马上就要产出了。啊，还有一个。金的机会，快点！不可以先喝可乐。不行了，你先喝可乐就弃权了。我一定要。叔叔阿姨也很快。对，大家现在就陆续开始竞争，影响到喝可乐的环节了。我应该进不去身的啦。看来以后要。看来要输了，以后要每天来，以后每天要来喝马斯。在现场报道，才能感受这边的气氛。时间才刚过去九分钟，大家都很快啊。爸爸，差不多常客中的常客，高手中的高手。来，大家可乐帮助举手啊！对，现在才过九分钟，第三名已经要产生了，基本上我们要夺拿。参加奖了，我为了今天的比赛推掉了其他的工作。结果我们还是没有赚到我们的晚餐。你是第三名，可以洗，要洗手台旁边有洗手台啊，有洗手液可以洗啊。也没有了，好了，我们前三名已经产出出来了。什么？输了啦！对啊，把它参加完。参加完。时间刚过九分钟。爸爸第一名。刷新了河马先生的历史。刚刚宝宝应该只花了七分钟就结束了。然后按照那种选秀节目的常态来说，第二名就会是下一个河马员工。对。为什么？都是这样子的。
选秀都会差一个黑马第二名的签约的，签约的，对，或者是第四名的。帮我开张场子，好了。里面怎么那么多？说完手比较油的可以隔壁有洗手台可以洗下手啊。为什么螺丝这么多啊？螺丝超难洗，好难哦。有第四个喝完了吗？可以请老板加码吗？自己号码还要拿一下啊。我现在有点搞懂了，这个比赛重点是等一下会想喝酒，他就说超下酒了，所以我才问他说，你问他可乐可不可以换一瓶伏特加的？对，我要换江小白，是因为不好吃。江小白可以，螺丝很好玩。为了你的袋装泡着，还是少喝。大家都很厉害啊，前三名都是不到十分钟就解决战斗了，太强了吧？其实他们等一下还要上班，对，我们都要升一下，可能要15分钟，所以给大家给了半小时，没想到最快的5分钟就搞完了，九分钟就搞完了，太厉害了吧？我快了，怎么样？过瘾吧？女儿超开心的，女儿吃的超开心的。原来晚上又有的吃了。你晚上有的吃了耶，妹妹。明天礼拜一，她会带着3斤的小龙虾去蒸，去学校当午餐。啊，今天可以随意点，来吃啊。对，可以拿吸管体验一下。我要吃完了。真假的？快了。什么？好，帮你们记一下最后一名是多长时间。好，其实我也是盒马的员工。那结果我们两个怎么这么慢啊？没事，半小时应该都能完成。你应该是最弱的哎，我结果你是最后一名，我以为你会是第一名的。我其实是来参加员工训练。第一轮完成了吗？应该是最后一名。这太多了吧！我这个数量特别多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多？快了！哦，还是因为都要吸的，我全部都挑的。吸的也没有很好吸，刚刚妹妹就说了。说完是不是肚子有点胀？饱吗？有点饱。我吃了。想吃吗？不吃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你要近一点，然后 OK， 厕所这边。要这样吗？都是这样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这有诀窍。这诀窍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先把它拉长。要把可乐放在底下喝。可以啊。算了，快点到。快来。太厉害了吧？对，最后来问他是你们，可能小姐还比你快一点。是的，我明天来上班了。来训练。我好累了。吧，我要来，能行能，我来学，我有的吗？可以。实在吸不来就拿着喝吧，没关系。十，很好。好，大家稍微休息一会儿啊，几个人洗个手休息一会儿。反正已经输了。不行，我要把笔挖了。那还有一半。那怎么那么多？来，先帮检查一下大家这个螺丝啊，还有这个小红虾的包干净。有先看第一名的。我太累了。要检查了吗？我放弃了，反正我第九名。来检查，你去看一下检查。这个喝多。第一名是基本没啥味道。啊？我放弃了。
现在是次数蛮多的。哎、欸，今天没录到。真的？真的？没关系，很爱录。不会吧？我刚根本没录到吗？太搞笑了，很难哎、欸。我们刚到底有没有录啊？还是他应该有一个时间段落太长，一个断掉。15分钟。刚刚好像断了。有三箱的七星。为什么我还在吃？你帮我啊！大家已经在颁奖了。不行，你要有运动员精神，你要自己把它吃完。六位汽水。第二名就是2斤小龙虾，2箱汽水。第三名是1斤小龙虾，还有1箱汽水。然后我们其余的小伙伴就是。比上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在颁奖了，目前还在吃。百事银行可乐。恭喜他是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大家的那个后面的小龙虾是现在都要烧好，你们今天带回去吗？就说这个不一定，你们今天要吃，还有时间的你们兑换可以，明天后天都能来兑换的。而且你这个剥得太干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都没有剥头啦，就刚刚有时候头不用剥开了。跟头里面有黄啊。所以你就是在吃的，你不是来比赛的。这应该要说死了。然后现在在等这样，然后来录。每个人都在四道心里都是有参与感的，每个人都有可乐的。那个手机上要兑换。兑换完之后，你到门店来换。我们已经在颁奖了。什么时候来拿？哎，那我就今天拿了。冠军宝宝，妹妹验一下。结果最后一名还没走。他一共有得到36瓶的，他可以慢慢喝。啊，河马超贴心的，你的礼物可以慢慢领。三，你吃的好。两倍哦，你的嘴巴。鼻水还直流。对。耶。好吧，我等你喝一个可乐，然后我们来。就戴手套跟没戴手套一样。我就跟你说，不要戴手套比较好用。这事实证明就是，这时候要举杯了。你还打那个？当然有啊，仪式感。输了还是要有运动加精神，是不是很难喝？我们刚刚超强的，我已经放弃了，我是第9名。罗马，你今天在哪里？没有河马 APP 的还得奖，我有河马 APP 的，而且这样不好喝。我觉得好累哦。好累哦。好啦，恭喜我们的第一名的爸爸，要讲一句话吗？啊，请关注多吃小龙虾，要多吃才会变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河马三项铁人大赛，累死，超酸，结束。人家吃播是优美的吃播，我们吃播是杯盘狼藉，很开心。很开心来参加这次的河马，大家要下载河马先生的 APP， 这就是陪我们在魔都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，这叫政府怎么讲的生鲜百货。然后我们现在坐在这边，就是可以吃他们的火锅。你看，你可以坐在这边扫码就可以吃火锅。好。成功，这样算成功吗？成功。DJ 平常干嘛 ？DJ 平常要多吃小龙虾，刚刚爸爸说的第一名。好，我们要多吃小龙虾哦。春天到了，拜拜。刚刚忘记还有参加奖，然后刚刚还有社区的专门做这叫做厨房家电类的服务的清洗，还来做服务。超贴心的，来了，参加奖，然后就刚想很生气说无糖，好，等一下哦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，你这样。好，运动赛事就是这样子，重要的是参赛的精神，而不是最终得的什么名次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落实参加这个波小龙虾的比赛，但是他都参加奖金。这无糖，他去死了。为什么？香蕉无糖很难喝，我是还蛮喜欢的。等一下拿去给红梅路的大哥们喝。好，好，完成。Finish。希望这支视频可以获得最高的流量，最没有藕包的。走。没关系，我们最近迷上了骑自行车，原因是最近天气比较好，终于春天。虽然阴晴变化，但是我等一下要做一个扫码动作，就是我们最近的开头跟结尾，就是骑单车回家，就像这样。噔噔，之前是因为第一个天冷，第二个这样我们就可以骑走了。好哦。接一下，拜拜，下次见。你们知道当 YouTuber 当 UP 主，手要很稳，边骑单车边录。看 XN 在上海魔都的生活越来越进入这里了，社会化。下播喽，但我这样子录到响。我的胸口视角，呜，跟台湾的 U bike 一样，就是一样很慢，但是方便的地方在于它的扫码机制，用支付宝或微信打开，然后直接记公里数，月卡都很便宜。这是我们的大冒险啊！我很厉害，我边骑边录。这个重点叫做，因为刚刚吃小龙虾，吃了高热量的食物，还喝了可乐，要骑车运动回去。南洞夫妻上海大冒险，下次真的下次再见了。